我要朗读的篇目是《假如生活重新开头》。假如生活重新开头，我的旅伴，我的朋友，还是迎着朝阳出发，把长长的身影留在背后，愉快的回头一挥手。假如生活重新开头，我的旅伴，我的朋友，依然是一条风雨的长途，依然不知疲倦地奔走，让我们紧紧地拉住手。假如生活重新开头，我的旅伴，我的朋友，我们仍旧要一起举杯，不管是甜酒还是苦酒，忠实和信任最醇厚。假如生活重新开头，我的旅伴，我的朋友，还要唱那永远唱不完的歌，在喉管没有被割断的时候，该欢呼的欢呼，该诅咒的诅咒。假如生活重新开头，我的旅伴，我的朋友，他们不肯拯救自己的灵魂，就留给上帝去拯救。阳光下毕竟是白昼，时间啊，时间不会倒流，生活却能够重新开头。莫说失去的很多很多，我的旅伴，我的朋友，明天比昨天更长久。好。